各位亲爱乡亲，大家晚，大家好。啊，我是咱民进党的家人主委尤湘威。啊，提倡大家请安。那、啊、今仔日第一摆，咱这个市长候选人交通总部新任第一场暗会，啊，有遮好，遐尼好，遐尼侪朋友，直接来甲咱捧场，来甲咱鼓励。而且我感觉足欢喜，足温暖，代表咱党绝对有希望。啊，想到这边的补选。甲想着古早咱党伫家人的得票率选举是真科学啦，哦，嘛是有哲学啦吼。但是我讲科学的部分，就是讲数字的部分，互各位参考吼。啊，以往咱伫家人咱看哪选，比若有即个绿营的阵营人出来选，拢差不多保持差不多啊55,000-60,000吼，一般是安尼啦吼。那照古早投票率比起来，是差不多35%吼。比三波来讲，在这边呢，因为市场补选，我看起来选情有较冷，所以可能投票率会较低款。我伫估计吼，那估计来讲，不管你安怎悬啊低也好，保持35%，只系基本盘吼。啊，所以我伫想，这边因为三家都亲民党甲一个国民党吼，拢有候选人出来，而且我所了解，因两个拼甲足硬吼，啊，差不多会使讲5%啦吼。那这个情形若出现，就是像拄啊。啊，咱议员所讲的，就是啊，六年前啊，咱这个李金亮用啊，迄、那个提名有可能啊，咱会即杀出重围吼。啊，所以呢，但是要杀出重围，啊，以基本盘35%，我咧想还佫再交保啊吼，无一定稳跳啦吼。因为你也看，那35%，剩了就剩65%，因两边啊分一个36%，那就倒啊嘛吼。啊，所以我咧讲，就是讲咱。在座各位，今仔要甲先讲，要大家报告，要甲拜托。一定，你古早咱若每一摆选举，咱的电影若出来选举的时阵，你有推着几个人，你有去求几票？我希望即马加起5%尔。哦，我讲记咧，啊5%啦，你去摆求10个人，即马剩求半个人呢。因摆你若有在连接动员20个人，即马是一个人都有啊，加一个人变成一个。啊，所以讲咧，你因摆人有动员3个，即马加一个，迄就已经30%+呢。所以讲，这个目标不是不可能的，不是不可能的任务，是真简单，大家有心甲无心而已。所以我直接甲大家报告，嘛真辛苦大家拜托啊，一定啊，这摆的选举，大家尽量要顶一下，为了咱家人，嘛为了咱2028，咱的总统的选拔，咱这场一定袂使漏开。请各位，咱这时代一定甲这个任务放在你的心中，无时无刻，今仔日一定无少着讲，甲咱宣传，甲咱投邮票。啊，用你的来等于做个功课一下。啊，咱的手机包方便，有你的亲戚朋友做会到，讲会到，想看卖啊，尽量去画出来，加买一票。人古早你有去5票，人加买就着5%-20%啊。所以我目标是做好达成的。只要你啊古早迄个努力照行，古早加一丝仔就会使，哦，加5%，咱就有法度做市长，咱就夺回咱的政权，吼、哦。而且深深给大家做一个分析，给大家报告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！最近我看一个报纸，看迄个国民党的一个立委候选人姓郑吼。啊，这样讲这句话实在我真无认同啦。伊讲选总统爱全民严检嘛。啊，咱大家各位在座，咱时代严检，比如讲选总统都爱要讲美国话啊啦。你骗笑的，台湾人总统是爱爱讲美国，也要讲美国话啊。你甲我骗。啊，那安尼讲，你若说台湾立法委员，你台湾讲不得不亲，啊，你会使选台湾总统也袂使，也台湾立法委员也袂使。我讲，因的主席卖研究，讲到迄个台湾的什么款台湾话，3500甘做的台湾话。啊，那讲人家讲，那讲英文袂晓，因为人家美国人讲袂晓讲美国话，讲袂晓做总统嘛够有道理。台湾总统是爱讲美国话，啊，讲美国话都喊你高尚哟，我讲你狗屁。结果伫第四代，还佫伫遐点么哩，点么点么笑而乱念。所以讲，各位，这个观念，大人的精神，语言无代表一切，语言只不过是沟通的工具。哦，所以伊是伊迄个外省人，迄个自大感，讲伊真够讲美国话啊，就是爱做总统。我讲一个屁！你讲阿扁啊、谢坤啊，还是讲何做蔡中田，还是讲赖昌的，伊毋捌讲美国话，真是袂晓讲哟，是袂晓讲啊，毋是？他就够浅啦吼，我是教师，我是教师的话，所以后摆有机会，大家观众讲出来，观众的免客气，我直接讲教师较歹听啦，其实迄个真是教师，吼、哦，是真教师吼。啊，你讲古早迄天马英九来甲咱的这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曾中营张议长，要甲背书甲推，甲伊推荐。
迄、那个镜头，我想到啥？我想到六年前同款，感觉马英九来甲这个柯市长、柯在里举手甲同款，迄同一模一模一样。我讲伊六年前送咱家人一个烂苹果，结果过后因为被判刑判七年，啊，到尾是不幸的过世啦，当然还未三审定谳，但是至少证明讲有起诉，伊的这个道德超这个品行有瑕疵。但是你也看卖，伊就提供咱一个烂苹果。马英九敢捌曾经捌甲咱家人看到保险，捌无？捌无？看。啊！跳票一摆，跳票一摆，这边过来，所以迄个镜头我想讲，是不是来骗票？是不是来骗票？镜头是一模一样，只要看家人的智慧，会使再骗一摆无？会使再骗一摆无？会使袂使？家人人无法讲的啦，骗票骗一摆，跳票一摆，互咱一人乱碰过，今仔是到上尾啊，人家逼到尾啊，讲你要有保险无？我所了解有保险，你倒有保险，你知无？你台北市议会保险，各位拢了解，市议会是市民，迄个都市的市民的最高民意机构。马英九来给人推荐一个柯在里，来被判刑七年，结果伊台北市议会甲台北市民保险，那同各位讲，说这是哪门子的道歉呐、啊？什么跟什么啦？敢毋是呢？各位，所以讲，国民党也好，啊，这个亲民党也好，因所做的。因为候选人拢才是绝对有瑕疵候选人，针对咱候选人，绝对咱是经过咱党内评估，咱党中央发挥智慧，大家团结真合力，来推荐征召咱徐世明徐议员。所以伫这局，咱还有五万个中间，还有希望的这个政局，请各位咱的时代，咱的支持者，咱大家共同在一定个头提出来，剩无几工吼，差不多是较无二十天吼，请各位一定拜托。从你古早你所努力的成果继续保持以外，搁再取一票啊，再搁取一票啊，咱运气哩！而且请各位提出共同的心情，为着咱今年的选举，嘛为着咱绿色的这个版图要做好大，卖着咱2008，咱的版图、台湾的政权，绝对继续保持，所以结果真要紧。请各位共同面对，拜托大家努力，好不好？好！感谢，谢谢，多谢，谢谢。